我妈那串串皮夹简直是太美味了。惊吧，就有惊喜，真的惊喜，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噔噔噔噔，菜来了，苹果炒胡萝卜丝。行吗这样？实在太好吃了。大力，吃这么香？大力，这个饭你也吃得下去啊？美味。啊？你没得好。那我去你们解决吧。爹，这饭这么难吃，你还吃的这么香啊？这跟我妈那创意菜比起来，简直是太美味了。创意菜啊，就是一种追求创意和一种诡异搭配的烹饪法。可是我听着还挺酷的，挺酷的。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西瓜炖豆腐，香蕉鱼片汤。你知道我前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吗？前天晚上吃的是菠萝粉丝包、橘汁炖牛肉，还有什么呢？柿子炒鸡蛋，还有烟梨炒豆芽。我告诉你，我大大别说了，再说我该吐了。我现在才发现自己多幸福，妈妈做的饭这么好吃，可我还挺实。是啊，我现在都开始期待我们的晚饭了。既然你们有所期待，那么你就把这个给我吧。哎呀，真是喷天啊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你们回来了，妈妈。姑姑，今天是万圣节嘛，你怎么穿的这么特别？哎呀，你管我穿成什么样呢？快去洗手，准备吃晚饭了。哇，我最爱吃妈妈做的饭了。真的吗？妈妈，以后不管您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挑食的。以前挑食不怪您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做的菜太单调了。今晚就有惊喜。真的？快去洗手吧。耶！惊喜？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洗完了手，哥，你的预感应验了。啊？什么应验了？噔噔噔噔，菜来了。橘子皮烧芹菜，苹果炒胡萝卜丝，怎么样？惊喜吧？真惊喜，惊喜的我都喷
天如绝。哎，我今天啊碰见了大力的妈妈，她给了我一本创意食谱，看完了我才发现我这些年做的菜是多么的没有新意。以后啊咱们天天都吃创意菜怎么样？开心吧。哎，这是我做的土豆豆浆，来干杯。啊，土豆干杯啊。哎，哥哥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哥啊，嘘，你忘了我中午告诉你吃难吃菜的方法了吗？慢点慢点。啊，对啊，吃点菜压一压啊，吃点菜。我也吃我也吃。对了，我还给你们准备了餐后甜点，等着啊。哇，还有点心啊。来，哇，小大哥尝尝吧，我亲自做的芥末蛋糕。芥末蛋糕就没有人跟你抢，着什么急啊。哎，可凡来你也尝一个。哎，谢谢姑姑。我姑姑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接个电话，我接个电话。柯老师，喂，柯老师好。啊，实验报告。哦，啊，对对对，我实验报告我忘了发给您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发。好好好。姑姑，我的实验报告忘了发给柯老师，柯老师让我现在就给他发过去。我回屋了啊。蛋糕我吃，我拿回屋吃啊。走了。哎哎。哥，我的问题要问你，等一下，爸，这我也吃啊。不好吃吗？大力的悲惨遭遇怎么就发生在咱们身上了呀？创意菜太可怕了，不如我们和妈妈说实话吧。说实话，那怎么行啊？你看姑姑对他这个蛋糕是多自信呢，咱们可不能打击他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可乐可凡，怎么样？蛋糕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们怎么都没吃啊？吃不好吃啊？好吃好吃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当然得让弟弟先吃了。不，哥哥比我大。哥哥，我应该让着你吗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就别互相谦让了。明天啊，我再多做几个奖励你们。来，一人一个，吃吧，乖啦。妈妈再见。哎，好好吃吧。姑姑慢走。咕噜咕噜呼！可乐啊，可凡啊，在这儿呢，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在。我们没有干什么。嗯，不知道，好像闻到了蛋糕的味道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有蛋糕，没有蛋糕。不知道看到了可凡手里拿着蛋糕，不知道也想吃蛋糕。哎呦，被你发现了，那就尝给你吃啊！这么多，你不知道吃这个？可乐，你怎么小气啊？啊，可乐。好小气，不该不知道吃蛋糕。这个蛋糕那太难吃了。小屁孩，你的借口也太不好了，这怎么能骗得过聪明的不知道？嗯啊，对，不知道知道了，可乐就是不想让不知道吃。哥，你不知道我和他害你了，这个真的不能吃。可乐。可乐才是还不知道呢，不知道刚才就看到可乐还在吃。我那是你就让人家吃吧。吃吧，不能吃，不知道。哎呀，可乐和可凡的差距也太大了。
吃了。先救人，先放哪儿啊？放哪儿？来，我这怎么办现在？行吗这样？不知道，你真的是太邋遢了。不知道，没事了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是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给他吃了一个芥末蛋糕。啊！为什么让不知道吃芥末蛋糕？可凡真的是太可恶了，为什么要给不知道吃芥末蛋糕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我姑姑做的蛋糕实在是太难吃了，我就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吃一下嘛。陈小小，你快帮帮我吧。有了，小鱼笑来调制一种美味调味剂。可以让任何食物变得很美味啊！真的吗？馅料真是……当然。慢呀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行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快快！师妹，你弄咋了？啊，好了，完成了。啊！费了这么半天的劲儿，就这么一点点，能行吗？笑一笑，保证没问题。不信的话，可以试试。试试，试试，哎，来试试，哎，吃，试试，试试，嗯。不对，不对，怎么回事？有问题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。真有那么好吃吗？我也试试。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小笑，你太厉害了。哥，这是我们俩的秘密。不能让妈妈发现，我们要把这个药水藏起来。这个药水儿，哎，大力，哎，可凡你可来了，哎，干嘛呀？给我带点吃的呢，啊？哎呀，吃的怎么可能会藏在这儿啊？再说了，我也没带。这什么？但是我带来了两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你想听哪个？还是先说坏的吧。那我说坏消息了，你站稳了，你以后喷天上去了。好，我姑姑学会做创意菜了，而且菜谱跟你妈妈的一样。妈耶！哟，大力，大力，不是你别吓我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力，我说一坏消息怎么就成这样？我还有好消息没说呢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好消息是什么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有一个仙人告诉我了一个魔法口诀，可以把食物变得特别的美味。胡说！我告诉你可凡，以后你再也不许拿食物的事跟我开玩笑。哎，大力，我没有开玩笑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要不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哎，大力，那是你的饭吧？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嗯。啊，噼里啪啦呼，呜啦呜啦呜！啊，食物变好吃，食物变好吃。啊，好，你现在来试试，尝尝。尝尝尝尝。
好吃吧？嗯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好吃的没有办法形容，形容，形容，是吧？形容。天哪！大力，今天停水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洗盘子呀？大力哥哥，你很饿吗？你们不知道，这些菜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好吃到我情不自禁。你味觉出问题了吧？我这个饭跟你们那个不一样，我这个饭是被可凡施过魔法的，可凡那个魔法可厉害了，只要是他施过魔法的，任何东西都会变好吃。魔法？你还相信可凡说的话呀？真的？哎，你怎么不信呢？哎，可凡，可凡，你给他们施展一下。好好，这都是好朋友，快快，好，来。等等。啊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明明看见东西，快拿出来。没有啊。拿出来我看一眼。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干嘛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一眼。给我。别想，干！错，干什么呀你？碰我一脸。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把别人都给你弄没了。哎呦，可凡，大力，你身上味道就如同刚才食物的味道一样。不，大力，咱们冷静啊，冷静。我行，我不是食物。可凡，让我尝一口吧。可乐，可乐。这两道新菜，南瓜牙膏汤，鸡蛋炒桃子。哇，好期待呀、啊！可乐的，可烦的。林哥，你要吗？都给你了，都给你了。好了，开饭了。哇，好期待呀、啊！嗯，可乐。怎么了？哇，可乐，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可乐，可乐，不赖我。怎么样？哎，可乐，你好点没啊？妈妈实在不知道这创意菜这么可怕，我妈妈不怪你，都怪我，我的胃口太保守了。可乐，妈妈以后再也不瞎搞什么创意菜了，你快点好起来吧，妈妈错了。其实都怪我，我不应该把调料换成墨水，要不然可乐也不会食物中毒。啊，哥，我这。哥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，把美味调料都留给了我？啊？什么美味调料啊？啊？哦，我发明的，我发明的，为了盖住创意菜的味道，我发明的。那你这些调料里面都放了些什么呀？我放了白胡椒面、花椒水、辣椒油。盐、味精什么的，我忘记了。
咱用墨水和点调料。啊，我这，哎呀，不是你。哥，你为什么把调料换成墨水？我为什么？对，可凡为什么爱可乐？我可凡要老实交代，要不然，哎呀呀，就把可凡变成雕像。哎呦，别这，哎呦，我说，我哪会爱可乐呀？我其实就是把那个调料吧带到学校去了，结果不小心弄散了，我就拿墨水掉个包。哥，都说好了，调料是咱俩的秘密，你为什么要带到学校？校一校好不容易做的调料，都让可凡给浪费了。就是。哎呀呀，要替校一校惩罚可凡。哎呦呦，又来了，可凡。哇，住口！哎呀呀，妈妈。呼噜呼噜。吃宵夜喽。啊，又吃。怎么了？是创意的吗？嗨，保证传统。耶呀，宵夜，可凡。好吃，真好吃！噼里啪啦呼，呼啦呼啦呼，噼里啪啦呼，呼啦呼啦呼，噼里啪啦呼。